锤，来表弟下去锤他。大家好，我是鸡大宝，今天给大家挑战智雄再举吃鸡。当然咱们捡个平底锅防身，我想这应该不算过分。此时我正带着表弟驾车找人，等等，前方发现目标。不是我说趴在厕所上这是认真的吗？这可一下把我难倒了，难不成我这车还能飞上去把他撞死？看来只能想想别的办法了。不慌不忙，先找棵树当掩体。好在我有这个东西，不然还真不太好解决它了。来，吃我一雷。糟糕，丢碗了，看来只好硬上了。表弟你先撞他，给我打掩护。趁他趴着转向不灵活，咱们直接使出祖传的拍屁锅法，撞打不听话的小老弟，直接带走。前面山坡有个人，这趴地上有用吗？给你看看我鸡师傅的车技。看似简单的击杀，实则蕴含着诸多细节。咱们要在撞到人的时候减速，这样可以保证敌人哪怕逃跑，咱们也能及时转向撞到他。只要速度控制在40以上，就可以直接撞死了。大家拿出小本本记一下。这里还有个人，过去把他也安排了吧。小老弟，幻影坦克也不好使了，因为刚才我已经看到你了。哎，一不小心又到决赛圈了。哎，有人。哎，咋回事呢？这都没撞死。行吧，算他运气好。再吃我这一撞。哎呦，这小子威牛了。啊，我来了。表弟你坚持住哈。你干啥呢？没事没事，问题不大。风格烟扶一下。来来来，赶紧进圈了。哎呦呦，快跑快跑，这谁顶得住呀？先封几个烟。现在这局势有点难搞啊。我觉得咱们还是得开车进圈了。冒烟也只能硬着头皮开了。不行了不行了，还是下车稳一稳吧。我先放个烟哈。表弟，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。来，手雷伺候，有本事过来。我的乖乖还真来啊。你不要过来啊，我拍死你。我